呼叫总部，我们已经找到嫌疑人了，他晕倒了，快派车过来。 哎，怎么回事？第三小队，第三小队。 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不想杀人，我也没有杀过人。我不会伤害你们。该死的是那个发明恶魔拼图的人。我要的不是他，其实我要的是你，请你相信我。 方言，你动我可以，你敢动他，我杀了你。Sorry， 看看他身上有什么伤口没有？你去这儿。哎，都睡着了。什么声音啊？好像是枪声。什么声？浩明醒了。浩明，你说。你来的那个房间。那个。 好，这样，一峰，你跟浩明去 GGA 了，然后，不凡，咱俩上楼看一眼。不是，我就想知道你干嘛对上面那么感兴趣。